是名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，当地时间20号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向政府投诚，并上缴武器。塔利班方面目前呢尚未作出任何的回应。阿富汗政府官员说，过去一年里，共有3000多名反政府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。